好，来，一个均匀的圆球，这个圆球摆在微型这个场这边，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是阿尔法，这边是贝塔。然后呢，球跟这边是光滑的，球跟这个接触是光滑，没有摩擦力。问你，球作用于右臂，这个球跟右臂这边力是 FR。好，球作用左臂是 FL，FL。好，所以问你，就这里啊，这球里面是这样。问你，这个球。跟右臂的 FR 跟这个球跟左臂的 FL 两个的比值多少？人家问我这个，他肯定想到了，哎，右边的力量多大，左边的力量多大，两个相比不是他要的，而是你不知道右边力量多大，不知道左边力量多大，而且右边是什么力？是推的力，这个推的力可大，我想不到推多大。你要想法，那我可以找 case，找那个 S 可以来算，可是这没法，怎么办？看这个现象里面是符合的定理，什么定理？这个物体是不是静止在这边？符合什么？这个球体是不是什么？我分析这个球体会什么？这个静力平衡，那静力平衡怎么样？合力的平衡，合力平衡的平衡。那我这合力的平衡，要把所有力找出来，向量除以一，把所有力找出来，向量除以一等于一。OK，好，那现在问你啊，这个物体受哪些力？超距力先讲，我们讲过了，说什么力？是不是重力？好，重力。还有呢？谁有接触？超距了，是不是两个地方？就刚刚讲的，哎，这个接触是什么力？就哎，正向力，是不是在这接触面的垂直方向？在 FR。好，那因为通常我是讲 F，但是他讲的是 F，所以我用 F。一样，是不是这边还有个力？是不是正向力？好。其实真正难在哪里？不是找出这里，你有做过训练不错，很多东西算背不成功。难在下一步找角度，是不是这三个力有了？那三个力是不是你可以用分解坐标，也可以用封闭的多边形，可是也可以用什么？就是拉力定理。但是不管你用哪种方法，其实要找出角度是最关键。所以在这边接下来，你是不是这三个力加起来？向上处理，我怎么处理？我这里的方式用拉力定理形成封闭的多边三角形，结果就符合我们正弦定理的拉力定理。什么意思？是 F1 比在西塔外面，F2 比在西塔2比，F3 比在下面。要把这三个力把它移，这个力我移到底下来。好，这个 FR 移到这来，然后这个 FL 移到这来。可是下一个问题，W 对照这个角度是多少？你不用点击随机，就先看看制作就可以了。哦，我看起来好像，你可能就错了。好，那这里是多少？来，老师这里有个特殊的，我把右手边这个墙面把它躺下来，平躺下来，那这个 FR 是不是在这里上来？是不是平躺？有懂了这意思吗？这个是右手边这个面，然后你发现我这个右手边的这个面是不是原本平躺的？把它怎么样？是不是转了多少？这往这边转了多少？是贝塔，所以我问你，这个 FR 会原本是这样垂直，会转多少？是贝塔，是不是这个是贝塔？所以这个是贝塔。OK，那什么意思？我就把这里画一个弧线，所以这个 FR 就是这一个，会跟着垂直的加多少？是不是这个这个角度？贝塔加。从你左手边。我先把它这个左手边这个平躺下来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FL，这 FL。好，那我把这个面啊，一样这个面怎么样？把它转这个面，就是转上去，这个要转多少度？这个阿尔法，啊，这转阿尔法，那我们这个红红的这个 n 这个会转多少？阿尔法，好，阿尔法在哪里？就是阿尔法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是不是找到了对应的角度了？不管注意啊，这个角度会是多少？这个角度180对的，那这个角度呢180啊，所以三个角度找到了，是不是拉面定理就可以用了？OK，有没有懂意思？好，不过这里当然要算 FR、FL 这两个比，就等于什么？sin 知道吧？sin 180度减阿尔法就阿尔法，对不对？这样了解意思了没有？OK。